四二 s y 一均有正实数，且 s 乘 y 乘 e 等于二十七分之八，是求 s 加 y 加 e 的最小值，并求此时的 s y e 之值。我们由算术平均数大于等于几何平均数可以知道 s 三分之 s 加 y 加 z 会大于等于 s 乘 y 乘 z 的三次方。我们把数字带进来 ，s 加 y 加 z 把三移过去，会大于等于三倍的二十七分之八开三次方。这个算出来的话是三分之二再乘以三，所以是二，所以它的最小值是二。此时的话，等号会成立是 s 等于 y 等于 z。所以三 s 等于二 ，s 的话等于三分之二，会等于 y 等于 z， 所以 s y z 分别都是三分之二。